么想说的？没有，我就想说我今天又换了一个摄影师。嗯，然后呢？然后挺开心的。你在吃啥呀？我现在在吃咖喱鸡蛋面。这应该拍完了。没有，又动了，又动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我刚才一直在摁呢。它原来是摁了就会自己动的，我刚才一直在摁。哦，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世界。这个好烫，这个好吃。别拍了，赶紧吃。然后我把时间拍完，5 2 5 3 5 4 5 5 5 6 5 7 5 8